上来之后真的有点冷啊。对，您还带了外套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有备而来。我也有一个帽子。那你赶紧戴上，对，别着凉了。你看站在这个地方放眼出去360度无死角可以俯瞰整个广州城的夜景，我们来登高望远，感觉怎么样？真的很漂亮，但是我想这样子用魔术去换个角度看一下我们广州的夜景。换角度怎么换？不要急，很简单，你先在那边等我一下好吗？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各位各位，魔术师要表演新年节目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。绳啊！天哪，他跳绳！5、6、7、8、9！这上面的风景怎么样？上面的风景实在太漂亮了！你们会想看吗？我们看不到啊！很简单，雷子，把你手上两只牌干给我，可以吗？帮我录下来。对，这样这样录下来哦。可以，准备。哇，又上升了。这里实在是太美了。现在我就在广州塔顶部的半空中跟大家拜年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步步高升，一飞冲天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